英，啊，唔多了好好，那乡公搁要找厝啊？当然是因为要搬厝啊，我的行踪拢互人知影，住伫原来的所在哦，一定足紧着要互阮爸找着啊。恁爸？嗯。啊，之前也捌听过恁讲恁爸的代志啊，啥喏，恁爸对伊无好啦？伊对我好唔好，毋是重点嘛。反正我足讨厌伊，我无想要看到伊。嗯，啊，恁哪有这种想法啦？ 要是讲你甲恁爸恁中啊发生啥代志啊？那无遐多啦，讲来话头长，我以后才甲你解释。哦，好啊，无来来来，哎，飞利浩即马无代志啊，莹莹啊，啊，甲你的名同款啦。我伫坐车哦，听你讲三昧三日，来来，你做你讲。我就无想要讲啊，你莫问啊啦，行啦。嗯，甲你开玩笑的啦。 是安怎？我唔知影咧。我感觉这附近我有一种足熟悉的感觉，而且我进前敢若有过来过遮，敢若有我熟悉的人住伫这附近。你确定有熟悉的感觉？你到底想着啥？我唔知影。 我想袂开，我真想袂开，我真想袂开。你这几日感觉林家顾掉的，因家的人若是有任何动静，随时甲我报告。是。 好啦，无话讲啦，啊，我难管哦。你看啥？差一点仔弄着人，阁唔见回事嘞啊！莫歹声少啦，是我家己有公心，惊袂歹，是我唔对啦。啊，为什么什么状况啊？你来个这查囡仔做伙，还阁敢那诚亲密，看你遐台风伫遮安尼出出入入，你唔惊有看到？ 去掠讲啊！听你讲，咱俩有熟识哦。你晓得因到底做咧？你唔捌我？歹势，我真正唔知你是谁。德胜真正失去记忆，你敢会虾米关系啊？是啊，我真正失去记忆啊！孙公，你也知影我的身世，敢唔当麻烦你甲我讲，帮助我，互我知影我是谁好无？ 德胜，这当时阁变作德胜，你是阁咧计划啥啊？我无咧计划啥，我是咧失去记忆。妈，你甲我讲好无？拜托者。我袂让你骗过你，闪！我真无干那拄着一个八卦，然后拜托你，你要打啥？闪！你听无？你卖乱咯，你。 你无死，你讲有正事，你无讲白贼。 你毋若知影我的身世，佮知影讲我捌发生过意外。你若是知影德胜发生甚物代志，就紧讲啊！虽然前几工啊，咧饭店的大厅，我听因咧讲，你若毋是甚物好人，啊，毋过既然你知影我的身世，敢毋当请你甲我斗相共，请你甲我讲我到底是啥好无？你讲你咧饭店看过我，啥物意思啊？啊，就真。 前几工毋是伫饭店的大厅学办活动，啊，饭店的头家后生，虾米去用箱啊，去用抱走，我就是穿的布偶装，我就是只狗狗。原来迄个穿狗狗装的人就是你哦。
讲你敢真正啥物拢袂记啊？我真正失去记忆啊！啊，若无我无需要你再拜托你啊。所以你真正想要知影讲你家己是谁？你想要知影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当然想要知影。你当然想要知影。好，你白讲。我即卖是啥物拢讲讲出，安尼就无趣味啊啦。你现在想要讲吼，就讲啊！我没讲，哪唔讲，甲你创治啦！伊，莫安尼啦，有话好好讲。拜托，你紧讲好无？拜托。你唔是讲伊唔是好人，何必甲问啊？无得家刁，佫会甲你骗。这种人哦，袂用相信啦。哎，看你管遐济，你又果是谁啊？你敢会时时记住了新交的女朋友啊？你才是管伤多，管你甚物地带啊？你即摆甲我讲话，上好是较客气哦。啊，若无我只一句话，就当我你新的恋情马上结束。你是咧讲啥？咦？咱来走，拜日啊，听伊后白讲。既然我拜托遮尼久，你也是毋肯甲我讲，那你煞煞去啦。而且嘛，毋知影讲你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，我得卖勉强。就算啦，你敢真正无想要知影你家己的代志？我当然想要知影，不要紧啦，你不爱讲，我家己查。行。喂。你跟两个人群众者，跟两个查清楚。是。